烧饭看到了，要先撒油是不是？哎、欸，可以耶、欸！砰、嗯！靠北烧到自己啊，喜安了。这样只能烧一只，哎、欸，没有，两只都烧死了，还是只有烧一只而已。烧到自己还扣血，跟智障一样。啊，这有数量限制的，并不是打火机在就可以烧呢，有点麻烦呢，不喜欢这样，真的耗死啊。然后又占空间啊，你这样子叫那个，你这样子的话叫那个克里斯情何以堪啊，是不是？对啊，你看克里斯情何以堪啊，我的背包就已经只有六个而已，你还要这样子搞我。我好难过，这种都有性别的歧视啊！还要用油罐才有办法那个烧尸体，不科学啊！也对啦，你没有撒油，你怎么办法点得起来呢？对不对？其实想一想，蛮合理的、啊，好吧。既然你都想得这么周到了，那就算了，增加游戏难度啊。我要渐渐熟悉一下这个地区啊，因为我现在想办法到这个后台，我要到这个地方吹那个笛子。那怎么上去呢？一楼，我现在人在一楼，所以我要走上来这个地方。哎，好，先走上来。走上来了，然后开这里的门，很好，从这里绕过去。这扇门吗？好像是欸。可以呢。是直接在这里就可以直接吹了，是怎样？狗狗，狗狗，来 ，Lucky 来，就是你。你身上有钥匙，不要闪我啊！还两只 ，fuck you！ 来哦，补血哦，是啊。死了没？早该死的吧你！项圈，然后调查一下项圈，然后拿到了一把钥匙。哎，这是什么？这不是钥匙啊，这是什么？里面藏着一枚硬币。这个硬币是要干嘛的、啊？铠甲硬币。すごいね。能干嘛？哦，变成了长大啦，钥匙的形状啊，可以呢，我可以开新的门啦。所以它这里的功用就是这样吗？好，就这样。补下血，免费的喷泉给你。必须处理伤口。我聊天室好像要坏掉了、欸，真的是烦死啊！不需要就把它丢掉，什么东西不需要？我刚刚丢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刚丢了什么、欸。管他的啊，那个笛子啊，没错，我刚把笛子丢了。
所以说我现在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直接用这把钥匙打开啦，对不对？我看一下啊。我要回去去开那个打不开的门，这个地方哦。就是你，盔甲徽章，有个盔甲徽章。我这把钥匙应该是要拿去跟那个有机关的那个徽章去换。那有机关的那个，有机关那个在哪里啊？我又忘记了。哎呀，这烦欸，到哪来？打字机的大厅，大厅走上来，嗯，二楼吧，去二楼。这里吗？每个门几乎都长得一模一样啊，人就像是一个无头苍蝇般的在乱飞啊。一楼、二楼、一楼、二楼，现在在二楼，很好。一楼、二楼上面。三楼目前还没有办法上去。走这个小门，往右边，往右边走看看好了。那把钥匙要做交换。走这里，哎，走过去，要过来，这边门还不能开嘛。这扇门吧，红色那个地区显示红色的那个标志啊，对吧？为什么这一直显示红色呢？然后这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之类的吗？还是有什么东西我漏了拿了呢？直走到底。有这个地方吗？哦，有，有啦，锁住了而已啦。哎呀呀，怎么走耶？往下，往下，全部都要盔甲徽章的钥匙啊！我现在找到那个地方的话，我就知道怎么走了。往下，往下。
干，不让我过。妈的、欸！看来这里是死路一条，死胡同。走别条路吧。要绕原路回去，这扇门也打不开啊！也是要铠甲徽章的钥匙啊！通通都弄死。我的聊天室又不能看到打字啊，为什么每次都会这样子？不懂。无法理解啊。重新 loading 一下好了。一下哦，再让他跑看看。这里是厨房，不是这里。叫屁叫啊！都在这里声音最大声呢。哦，是乌鸦在叫哦，难怪。那些乌鸦是在干嘛？哦哦哦我干我 fuck you 你老师咧被吵死啊吓死人了吓到我的毛都竖起来了其实也还好啦没有多恐怖啦那我到了就这个地方。我拿到新的钥匙啦。Hello! 啊不要不要不要你用你的斗笠炉装我好吗不要干我谢谢。这样子就好啦那我现在拿到我现在拿到这把钥匙呢就可以开向开遍各大街小巷对不对铠甲钥匙我有很多地方都能去啦
太爽啦，是不是？哎，要铠甲徽章，有个，哦，这是头盔哦，我们要头盔徽章的钥匙耶。有了这把钥匙，我就无敌啦。那这僵尸也会起来，是不是？狂暴僵尸。我去前面哦，那个打不开的门，搞不好就可以打开了。靠，这是反锁的、啊，多怪！哪里搞嘞？什么呀？哎呦！干！装什么子弹啊？哦哦哦！我不想死。啊！我又要狙狙了。这是干嘛？哦，狂暴僵尸啊！无法再处理伤口了，为什么？我就快死了啊！可以别这样搞我吗，大大？超猛爆头！我一来到这里，完全变了。我觉得我只要再被咬一下，我就要去见我阿嬷了。差点找阿嬷。我觉得好不安全啊，随时都可能会死掉。有了，使用了哦，我进来了啊、哦，可以。Richard, 别死啊，理查！ You're wounded. This whole place is a killing zone. There are monsters. What did this to you? 他最后不管怎样还是会死吧？一条大蟒蛇。Poisonous. 所以我现在要找血清就对了。Bring me serum.可我记得要是他来得及救他的话，他还是就会救活啊。完了，不要交给我好不好？我完全不知道血清哪里取的、啊，我这样做是害了他，你知道吗？哦，还有个提示啊、哦！哇，这么贴心。好，我知道了。那、啊、可以取消了吗？刻意取消了吗？我知道往哪里走了。我等一下先去拿血清救他好了。
哦，各种铠甲哎，我先去拿血清救他好了，顺便去仓库整顿一下我的东西啊，我快死了，快死掉了。现在我在二楼，然后去一楼啊。Google 是不是聊天室会一直宕掉啊？好烦哦！我说换一个浏览器好了，可是 Google 是算是最好用的吧？觉得这样都看不到你们打字了，就不能跟你们聊天了。走这边，这些乌鸦不会突然飞起来吧？我跟他们无冤无仇啊，不要这样害我啊！应该是这里没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没错，就是这里。然后去楼下。来了两只僵尸被我烧死，所以这里没有狂暴僵尸。血清尿在这里，有了，我们要去救那个小伙子。小伙子是你啊？嗯，徽章不知道要不要带在身上哎、欸。这个打火机也不知道用不用得到，各种不知道，只能说是各种不知道啊。完蛋了，我要没有资源了，子弹就让乱射射，途中把它射光光，剩下没几发了，省着用哦。
走原路回去好了，我怕我又迷路了。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救他、欸，搞不好等一下就啊，就死掉了。My God，烦死啊！对面嘛，我们到对面去。噔当当当当，噔。不知不觉玩了两小时半了、啊，这里，我来都带了血清来给你啦，卖戏哈！啊，我来救你了，啊，妹夫啊 ，No， 所以说我现在身上有这个有跟没有一样啊。这是来不及救的意思吗？那就算了。可怜的，可怜的人，出生未捷身先死，让我们默哀十秒钟。为你默哀十秒啊！哎呀 ！Fuck！ 啊，浪费子弹了，各种浪费子弹了，晕老师嘞！这是哪里？刚讲完各种浪费子弹，我马上又有子弹，开心！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哇，嗯，这可以推耶，推一下吧。原来有暗门。摸什么电灯之类的、啊。算了，先走暗门。啊，娘喂！也不过如此而已嘛。打火机今天就是有用到啊，这白痴是什么啊？啊，明明身上就有打火机，怎么太黑，什么都看不见？耍我啊！
啊，这边有蜡烛台，可以点点蜡烛嘛，对不对？没听错，好，过来，哎呦，还没有完没完呢、啊？啊，我要死了，不要，干！GG。有点烦啊。看，我都不知道我在哪里记录的，你知道吗？好像是血清之前的事情吧。我只能说是血清之前的事了。而且还是快死快死的时候。没错，血清之前的事情。这意味着还来得及救他吗？还是说来不及了呢？不知道。再考虑一下，说要不要拿散弹枪？我觉得散弹枪比较猛耶。可是觉得散弹枪的那个数量不是很多啊。我就拿一般小枪就好了。有没有什么捷径之类的、啊？这里有点眼熟、啊。哟，为什么有僵尸在外面？我知道了，这就是用除草剂啊。这个就是需要用到除草剂，我没有带在身上。一击击。这需要用到除草剂这个东西。那这里是什么？好多房间我都忘光光了。这是藏目睭的物件，我拢无扎，真正是，我都没带，很好。这里呢？前面呢？解锁。好多地方解锁，超开心的。可以推。是什么？胡什么？弹钢琴是不是？
月光曲，把它打开来看。所以说不能使用了，然后不能使用就算了，还占空间。零零零零零。成功了，占了一股的空间在我身上。他成功了，早知道就不要随便乱拿。我要记录了，哇，玩了快三个小时，有点累啊，早点休息了。好了，今天开台先到这个地方吧，兄弟们，感谢各位的收看啊。那如果喜欢我的实况台的话，欢迎在我的左下角按个追随吧，或者在我的专页上按个赞，那这样子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收获的。好，所以谢谢各位抽空的时间来看我的实况台。啊，明天同一时间，同一差不多时间，不对哦，明天开始要加班了，八点过后吧，明天八点过后我会再开台的。因为我加班到八点，那下班有时间就开台，开个一两个小时吧。对啊，那就先这个样子啦。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见啦，拜拜。